弥陀佛这份爱，由我们这个身口意把它传播出去，让所有众生感受到这份力量，我们作为中间点，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很诚心的，不为今天，不为什么世间这是世俗的一切的啊，像贪嗔痴的这种的恶言因缘，我们都不要去做，只有先去求功，没有众生离苦，没有众生得到快乐，没有众生得到解脱，这款的心，你先去这款的心就好，这款心自然你有无量的光明，无量的力量，你就像阿弥陀佛那样，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他只有什么，他只有把爱洒在这个整个宇宙当中，只要你众生对我有信心，我马上接你来，马上让你来我这边成就，这样是佛度有缘人，就今天我们就带着阿弥陀佛的悲心，以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这种要令众生离苦普门示现善巧方便的方式，我们用这款七观心啊，怎啊，让一切众生都感受到，也感受到说他来这的时候看着大家欢欢喜喜，大家大份这款的心在对待他的时候，因为快乐啊，因为忧愁就没去了，因为没恐惧，不会忧怒，不会慌张，来这边我觉得很温暖，活菩萨这么多啊，这些大菩萨内心都升起这样欢迎我们的这一封的欢迎之意啊，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对我们的期待啊，期待什么，希望他们在今天来一切病苦消除，吃得饱吃得好，小朋友呢，小朋友哦，引领哦，各位引领来来关心一下，哎，引领你若无对关心哦，伊咪哭也无欢喜来遮讲啊，我奈拢我都可怜个呢呀，啊，幸福脆毛毛啊，恁遮个拢不爱插我呢，所以咱对引领有时候跟他阿弥陀佛哦，小朋友乖啊，小朋友你们都恢复健康了，恁该会想一下啊，观想说他们吃的牛奶哦，手拿的玩具，身上穿的很漂亮的衣服。咱就要用这款的心来对待伊，伊自然的快乐。啊，过来就是爱伊讲，你们在人世间的快乐不永远、不长久，这是短暂的。你们快乐一下子就好了，赶快要随阿弥陀佛去。咱就爱来甲讲，无以前就讲哇，这个所在后堂好食，后堂好住，后堂好耍，囡仔阁好，大家阁对我，像我妈妈安尼对我呢，这么的爱护，这么有母爱，我感觉到有母爱。但是呢，母爱是让他暂时离开那个痛苦，被堕胎那份痛苦的感觉，让他消除掉，让他得到这个人世间他没有在人世间感觉到那种母爱，让他感觉到以后了，我们要劝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毕竟世间快乐是刹那之间而已，不很久，因缘一变，他说不定将来。他马上又要去轮回了，多痛苦啊！所以咱都今仔日嘛是安尼对待婴灵，那都用小孩子语话关心他，他接到什么父亲的关心、母亲的爱，他们现在就最缺这个而已。我们只要把他给他这样子，他就快乐了。但是快乐，说你这样已经快乐就好了，但是这里还不快乐，最快乐的地方就在阿弥陀佛那边的无敌铁金刚。哎，像小朋友很多，你们那边更快乐了，那边牛奶更多，衣服更漂亮，哦，就引导他，令他仅仅往生西方极的意愿，安尼应该解脱啦。啊，无伊讲永远伫只做阴灵，嘛唔是办法啦，对不对？咱学大学家是无问题，但是伊生死更加重要，哦，就是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各位关心，多关心他一下，然后呢，所有的众生，我们升起。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这一份的悲心，令众生离苦。那我们现在就来恭送啊，《佛说阿弥陀经》，大家都化为阿弥陀佛，在每一世的佛经里面一冲上出来，就是一朵莲花，就是一朵阿弥陀佛，令所有众生都读了阿弥陀经，让他觉得阿弥陀佛的殊胜啊，阿弥陀佛净土的快乐的玄妙，让他们了解。好，阿弥陀佛。
这货车上就只有我，在颠簸的路上行驶着。下车时才发现，这里的房子宽大干净，比起之前的破烂房子舒适多了。这里的食物营养好吃，比起之前的穷酸厨余好吃多了。这里的同伴活泼可爱，比起之前的孤独一人有趣多了。这里大师傅笑脸迎人，比起那离别时的泪水更让人难忘。庆幸的是，我逃离了被宰杀的命运，要不是我食量大，您或许会比较温饱。在这里我也度过了安逸的十个年头，您还时不时长途跋涉，带着年迈的我一起散步聊天。谢谢您让我度过这幸福的童年，也希望您能幸福安康。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护生、点灯、供水、祭慈悲施食法会，恭请湛德法师主法。日期2月23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下午1点礼拜慈悲三昧水忏。地点云林观音讲堂，地址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尾60-3号。上午8点于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日期2月24号星期一上午10点，恭送药师经超度法会；下午恭送地藏经、点灯、供水、护生、祭慈悲施食。地点云林观音讲堂护生园。联络电话0563315655，0563315655。各位家长和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儿童感染科主治医师黄聪宁。孩子在上学期间的戴口罩原则是什么呢？第一，身体健康的人不需要随时随地戴着口罩。第二，空气流通的开放空间不用戴口罩。第三，但是有呼吸道症状就一定要戴口罩。第四，如果有发烧、耳温超过38度或额温超过37.5度时，就一定要戴着口罩。第五，如果本身免疫力低的慢性疾病患者，那也要戴上口罩。在校期间，如果有身体不适，请戴上口罩，请老师带到健康中心或保健室等单独空间，直到家长接送离校为止。众生，其人多生功。
悲心，必须用慈悲心过生活。怀着慈悲心而活，改变你的生命。慈悲心是菩萨伟大的心髓。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华丽之床，不着香花幔，不香油涂身，不观听歌舞，不非食食，也就是持斋或五不食，随喜您的功德，阿弥陀佛。